准备斜口钳、调音器、吉他弦跟拔弦栓的工具，把弦松开。比较仔细的做法是，每拆掉一根旧弦，就装上一根新弦。今天我想要把六根弦都拆掉之后，再装上六根新弦。现在用工具把六根弦钉拔起来，没有这个工具，也可以用尖嘴钳或者是老虎钳。把弦拆开，弦上面的包装的号码代表弦的粗细，通常数字大的就是比较粗的弦。把弦球的那一端稍微折弯之后，用弦钉固定在下弦桥里面。现在把六根弦由粗到细都固定好。琴头的这一端，把弦穿过弦栓上面的洞，绕回来，由下方绕过去，再转折到上面压住。想要省略这个反折的动作也是可以的。现在把六根弦依序的固定在弦栓上面，装好之后，把六根弦的弦头剪掉，再调音，就大功告成。